部处警署香港歌手何韵诗，因曾经担任立场新闻董事，被港警逮捕拘留一夜后获准保释，仅双手合十向外界致意。何韵诗在被拘留36小时后获得保释，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就低调离开。黎明来到，要光放这香港。何韵诗卷入港媒风暴，也让原定明年1月2号举行的演唱会可能就此缺席。而港警国安处更以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，正式控告立场新闻两位高层还押，案件延至明年2月25号再讯，连带中国外交部也加码抨击。新闻及言论自由不能成为犯罪行为的挡箭牌，违法者必须承担法律后果。下口径一致，寒蝉效应越滚越大，港警的猎杀行动似乎正在让香港的媒体自由走向绝境。三立新闻金水会报道。